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セーパカク。大家今天家里？去哪家？老家。干不西呀？路边找一个路人，问他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高雄。啊，你来去高雄？哦，我来讲，对吧？哎呀，对不？科比司机来带路。对啊，今天要来去首尔。苏澳啊，苏俄，我想讲我们讲烧鹅。哈哈哈！哇，哎，看今天，哎，靠腰，你有在路好小，我看妈的，有啊，镜头是关的，你妈。刚怎么？我看呀，还有嘞，我还问，还跟我说有嘞。我不是按。啊，睁眼说瞎话，我就看门关着看。带我们去那个啦，那個、去看一下、参观一下博物馆哦。我准备狂弯刀嘞，没有，可以哦。弯刀买下去啊。啊，去科比布啊，看剩下有钱，我跟你讲。到了，对，到了，火车也到了，火车也到了。这里是那个苏澳，苏澳啊，苏澳，我头刚刚刚刚去，刚去准备打开。好，顺便带这个来送个礼物，哇，给馆长，好不好？馆长，走，继续。为了开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的名字叫计程，从小大家都归我的车外号是计程车，对我说我是开计程车，这是我2000年在纽约玩的时候看到这个计程车，刚好阿车他是我的生日。而且全部都是这个生日，反正就是阴错阳差，买了第一台计程车，所以就因为它，我就越做越多。真的要开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以计程车为主业，没有。那我就去年7月9号，我就真的把计程车馆开起来。哦，去年的7月，所以大概我们刚满一年两个月，两个月。真要说我们是全世界唯一跟收藏数量最多、最多的计程车主。从这里就分为这边是真车，这边是展柜。我一直在找小鸡说我们几个。我跟你讲，我建议各位礼拜五的晚上在这里买一支手把机在这里。我有生啤酒，酒后来碰碰车这样。碰碰车。从台湾开始做，但是从苏黎开始啊。对，苏黎是很重要的台湾建车的代表，對啊、家庭的第一部车，对，考驾照的教练车，对，汽修科的课堂教材，再几个，这台原汁原味小花，小花花的，对，我觉得改装的就是小花派大头。对啊，我觉得小花派大头在当年这个物资艰困的年代是一个很棒的。你的小号牌摆这个就超高兴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的魏许之前也是小号牌的。哇，上面还要有一个电风扇，有没有？你看跟我那个 Corona 是不是一样？电风扇，对，小号排氧头。哦啊，只差说人家这贴布是大地，伊个大地，伊这是大地，塑胶大片的。我们是小的那个录音带。哇，好怀念的味道！而且我记得那个年代，音响应该有些可以这样两边搬开，可以抽出来带回家。啊，隔天出门上班再插回去，啊就可以听垃圾哦。这个就比较接近现代一点。对，应该是1980的啦。1988已经快最后，他1992停产，1988是最后面。没有，我是在说这个当初这个版号做的。是。当时在做都很同类的。你看，我很认真做这个。对，这台车帮他版号的人真的蛮认真。没什么要换，看到那便当盒了没有？便当盒，你看那以前他们在弄的时候，他倒汽油进去，他跑到了吗？那砰都会，你知道吗？倒很多。你这最近我都打开那地方，有吗？现在水箱盖都比较小，那水箱盖很大。哎、欸，R123，这个坏掉换过。对啊，这应该不是。哇，它这里面都有做防锈的，喷黑色这个其实都防锈。现在很认真的，那都是防锈。要下骹才让我喷红酒，哇 ，OA 这种红酒，而且它这个烤的白色是珍珠漆，我已经重烤两次，买7年，这个漆做得很好，现在帮我做的好努力做，对啊，在哪里？现在在台北，在新店，而且你知道刚做好以后，因为那个本来玉龙组装厂就在新店，对，所以有一个组装过的人，他看到他，我买才25000，修19000第一次这样，对，修完以后那个人当场要出35000。我说我没有要卖的，我只是要你说帮你修的人，不是他路边经过看到、哦、他组装过山林山，对，他看到他决定要35万要买，
我没有说要卖，他说死完还要加，我终究是没有卖了。我是说，对啊，很多人对这台车很有感情，对啊，他就在新店，他组装过，他真的看到他吓一跳，因为这台车非常原始，就几乎没有动，我就是换了两个电镀的照镜。一切都是原汁原味的东西，而且你看啊，他那时候拉天线要叫副驾驶座帮忙。对，为什么遇到日本？纽约检车，纽约检车。对，我看这超大台。对，这可以看出每个国家的风格跟民族性不一样。我最喜欢这一台，因为这台的后座它是最酷。纽约人叫他的汽车叫 Yellow Cab， 纽约人叫他的简称叫 Black Cab， 像那英国人的帽子啊，那个礼帽。对，所以英国人是戴帽子的国家。所以你看，你也注意看，这车是9寸，最高度最高，最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希望你戴帽子，要被妨碍。这个车一样，马上怎么开？马上怎么开？来，请坐。太可爱了，也可以请进啊，请坐。这个费率表在英国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，行李在这里，司机在这里，还是这样。对，所以他这个车过去、现在和未来都大体上保持现在这个情形就对了。所以你是怎么得知这种买他们要卖的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在 eBay 跟日本的雅虎。只要订 Takushi 跟 Taxi， 只要胆敢给我跳出来，我就动手这样子。左边、右边，这是方向灯。啊，室外循环，再开啊！啊，室内循环。你看雨刷水，它的雨刷要像半壶这样吸呀，对，像农药一样。农药嘞？这里这是远光灯、近光灯，用脚踩啊？是的，调远光、近光。我看你几盖给你看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把电接起来，你可以拍到那个灯亮起来。这个是2.2公升的柴油引擎，是听说是理想，可是我没有找不到那个确认的答案。这是它的水管，做的有点像洗衣机。这台啊，它不也就是？可能要从英国买了，但没有看过这种。哎呀，不放过这种哎，它这边是巨石状，而且这边全部都是。这我叫小拖拉机哎。你知道现在英国的这些老的电影，跟你现在去英国街道上，他们的建设还是这样的年代。非常奇怪，没有白边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是我全部一车里面最老的。最老的，对，它。对，它是陷进去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年代它还受，它受了美国人的影响，所以这个还在软的阶段。好，讲这个很有趣哦，这个是方向灯。哎，方灯。这个是喇叭。那我认为古董兵士这款，对，古董兵士这款的方向盘非常有品味，非常好看。红色内装，这台车就是营业车，所以没有音响，没有冷气，很阳春。右转，这超帅，真的很好看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椅子坐了啊，整个人沉下去，换隔壁坐看看。所以你看起来空间不大，事实上还蛮可以。雾的哦，对不对？一上去的第一个声音，雾。请坐，后座请坐。司机，我要来一楼。各位。慕尼黑，就完全不懂。以前很流行这个，拉一条线，然后这里要指，野马什么都有，有没有？他们要拉一个腰线哈，镀铬的，然后写上他的车款。这是方向的，没有，不是这个，啊、不是，这是方的，这是波盖，不一样，这个前进三档、哦，所以这样子也按得到喇叭、啊。是的，可以。而且你看以前的那个灯都直接这样。拉出来，都原来的线哦，非常小。哇、哦，这个味道就是以前小时候家里的车的味道。对，你家里闻素丽就知道了，差一朵玉兰花。小时候家里车上就是这种味道。后座更紧，请坐试试看。可是它就这么小，日本人就这样了。还好了，我小芝麻。你小芝麻。它的开门是这样。是开门，蛮开。哇，年纪大家都很喜欢这种亮亮的东西。这双色很漂亮，蒂芬尼蓝配白色，这样。还有这种电镀盖的那种。铁圈，你看苏力跟胜利啊，这四五十年建设代表，这台车民国69年，一直开到今年4月5号退休。屏东东港，它就是真正正六人座，你看这车头六人座，已经有点像那个年代70、80年的野马的那种，稍微有点侵略式的那种车头。这方向盘从小时候就看着方向盘，然后柴油版本是很少见。所以其实这个也可以带爸爸妈妈来，是，对不对？我是说我们这个年纪的爸爸妈妈哦。是的，我分享一个故事。那天有一个客人来，那妈妈带着儿子、女儿跟第三代来，然后他跟我说，他的爸爸当年是开一种苏力313。那我说爸爸今天没来，爸爸过世。那我就说他给我看照片，他们以前的照片嘛。那我就把那张照片跟他们在同样的位置重新拍一张，只是多第三代少了爸爸。我那天拍完，我跟他说，爸爸今天如果看到这张照片，一定很高兴。拍完以后转过去，妈妈跟女儿两个抱在一起，你知道那个感觉吗？我就觉得
我觉得那个就是把以前的照片拍一次的那种感觉，真的很棒。就是大家会觉得你做这件事好像是它是一个亲子空间，是一个骗小孩的空间。可是我敢讲，这些很多东西，你没有年纪，你不是前辈，你根本看不懂，他才会感受这种东西。这种事情更棒，我觉得更荣幸。我觉得比起带小朋友来，其实带爸妈来是最棒。这个小时候，这也是老司机才知道的东西。对，小时候他那个会自动开门、自动关门，这很帅。我去开一下，我去开一下。对啊，你可以啊，我看现在很没有机会做这个。然后你看香港很多。香港这个计程车要很多的手机在车上，他要抢生意，抢客人，对，他要抢客人。再来一次，好。哇！然后你可以问我吗？好，我们下车。要下车。前面有两斤耶。这个就跟现代的就差不多，熟悉的味道，差不多。但这个可能是老油条的状态。啊，喂、哦。欸我讲现在还是这样，对啊，你看这个开关已经跟现在都一样，所以就代表什么？1995年到现在都没改过，不求进步，不求进步。而且我讲现在 Toyota 的蜡笔还是这样，锁门的还是这样， Toyota 的还是这样，真的是妈的不思进取。然后这排长在这边，这叫地牌，这叫上牌。上牌就是以前都美国车，还有比较老的车，吉普车都会设计在这边。要帮这个计程大哥推广一下，谢谢。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勇气的一件事情。我每次在说我要做一个，我去那个丰田市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哇，这要多稳，这很漂亮。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也要有这个东西，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老车文化，其实我觉得其实台湾很精彩，对，其实很精彩，对，其实台湾啊，每个人哈都是自己勒紧裤带在那边整理，在那边修。你看像我一个人，他收一堆。也不知道，总要有人有种摆出来，我今天下毒给你。好，我们以后有能力的话，我们再有他的勇气，对，大家一起加油，再来试看看，一定很有趣，好吧？那今天很谢谢计程大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真的一定要过来支持一下，要一定要过来支持一下，謝謝，真的，我觉得是很棒，而且票价其实很贵，便宜，而且他们不会饮料，是饮料跟碰碰车都那么便宜，所以其实。那个票价根本几乎是不用钱的状态。是啊。好啦，不然如果觉得太便宜，就来买一些东西，消费一下，对不对？还有碰碰车可以坐。对，欢迎大家来得到快乐。好啦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今天介绍到这边，谢谢，拜拜。哇，鱼肉好软哦。香香哦，鱼肉那表面烤肉酱油焦焦，有那个烤肉的香味，就是科比私房菜。啊，太太，你继续拍了。哦，吃的差不多，他跟你说。反正他受不了，受不了，他就受不了。不行啊，都你们吃。受不了，受不了。三叔，三叔，
哦，爸爸，才安尼哇，饭还袂来，是哇，好久没，伊个食个半碗烧汤，哈，饭还袂来，为啥物？米哥你食，米讲完啦，哥你去食米，哥你叫的，而且没有莲花籽，本来已经不敢掉了，我是不是要摆一下？颜色要清楚，好不好？怎样啦？不要做多余的动作。来猜猜，来猜这一顿多少钱？好，输了付钱。接近底价，不超过底价。输了付钱。对，输了付钱。我好着急。不要紧，可以先垫。来，你猜多少？1600。1600。多少钱能花嘛？哎，不花是不是？1800吧。干娘，他的答案很有参考价值。我觉得他的答案很有参考价值。我要猜最便宜，我猜1359。比如说你1600嘛，1599你还是输，因为你超过了，好不好？你改1600改啊！我又开小的，才有机会，因为呢，我只要不超过，我就有机会。没有啊，那1500我都赢呢。你崩你啊！接近底价，不超过底价。还有几把哦？你才有几把？很快。好，等一下揭晓。要开奖了。开奖啊！抓赛啊！先准备好了。在1710。1710这样。科比啊。科比。就别说他付钱了，他赢了，他最接近了。是吧？我觉得。哎，这样子应该要猜错才对啊。阿公的。猜错不是阿公的。猜错是他。我跟你讲，要加你们两个来，你买这个。是。为什么猜对要付钱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刚刚一开始游戏的 bug 啊，不是啊，你刚刚就是说最接近，然后不超过啊。对啊，一开始游戏的 bug 啊，结果他猜中他付钱。没有了，我是地主，当然地主之谊爱欠啊，对不对？有些其实都是几个人，他们现在都帮我们出这个，买这个叫小姐来，买这个抽给观众朋友，大家都上车。Thank you.